我们摩拳擦掌。至于对法国巴黎来说，可以主办奥运当然是很光荣的事，但是对这座城市的居民来说啊，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。首先是地铁的价格，在巴黎奥运期间，地铁的票价是上涨将近一倍，从原本的2.1欧元，大约新台币72元，涨为4欧元，大约是142元。目的呢，就是要协助在这一段赛会期间，设有将近100万名的观光客。这个呢，是公共运输负担过重之后所需要的成分。这个在饭店的部分，其实在今年初啊，巴黎奥运的开幕式那天，饭店的价格平均是上涨了2倍，达到平均是1000欧元，大约是新台币3.6万左右。不过现在时间越来越近，其实旅游公司表示，其实饭店的订房率不如预期，大家已经开始降价求售，希望可以把房价降低，希望可以来提高入住率。另外，在巴黎著名的景点罗浮宫的部分呢，它的票价也涨价了。它全票的价格是从原本的17欧元，现在呢是涨到22欧元，折合台币是765元，几乎是涨了3成，而且呢是赶在巴黎奥运之前来涨价。这些景点或者是公共运输这时候涨价其实蛮合理的，毕竟真的会涌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。不过呢，想要趁现在发财的法国当地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如愿了，因为是有很多的巴黎民众，他们是提供自己家的房间甚至是整间的公寓想要来租给游客，而且呢租金是喊到平常的3-4倍，想要趁机来发一笔奥运财。不过大家都提供房源的结果就是供过于求，所以租金的价格反而降了下来。虽然是有打折啊，但是大部分的屋主他们还是很难把自己的公寓给租出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